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谢金莹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台湾隐形冠军、世界级的 Ultra HD 专家 PX 大通电子机车行车记录器的发表会。那么今天呢，会介绍两款机车行车记录器，其中一款呢，是否我们的重机车车友们的，它是属于双镜头的机车行车记录器，也是我们的机皇 GX2 Pro。 那另外一款呢，当然是否我们比较属于有品味的骑士，它是单镜头的类 DIY 行车记录器，它也就是我们的星之胶囊。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说，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齿轮咖啡 Gear Motor Coffee Shop。 这个地方呢，可想而知就是以哈雷重机为主题的咖啡馆。在这一些重头戏之前呢，我们要首先来欢迎我们中华队的专属啦啦队 CP Girls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P Girls。在网络上有一个票选活动，是什么呢？是玩转颜色由你决策。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来公布我们的票选前三名，星之胶囊类 DIY 机车记录器的三名。星之胶囊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个性，也是内心情感的表达或向往。接下来就要揭晓星之胶囊上市的颜色喽，温柔金。PC Home 专属色，很久的坚定是最强大的力量，最向往的追求不退让。优雅红 ，Momo 专属色，内心奔放热情，外表始终优雅，喜欢结交朋友，敢于表达想法。自由蓝，拥有自由不拘的生命力，情感深邃细腻，深受朋友信赖。内敛黑。智慧的人最懂沉默，独立自主，沉稳内敛，更能挑战巨大成就。还有一款实力派具备 1080p 60 frames 的增强实力，更高规格，更高流畅画质哦。内 DIY 的行车记录器呢，提供给消费者除了有安全顾虑、时尚有型、便利使用跟安装简单之外呢，还有什么特别独特的地方？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行车记录器大概就是黑噜噜的一台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他都需要就是炫一点、亮一点、酷帅一点，在使用的时候他可以搭着他自己喜欢的颜色凸显自己的风格。他除了颜色的凸显之外，它另外还有一些特性的设计。一般呢，行车记录器使用者它有两个痛点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充电问题，第二个就是它的收纳问题。通常都大概上班时间的话，大概两天它就需要充一次电，没错，相当麻烦。那它基本上装在安全帽啦，或者是装在龙头，那它需要拆装。那安全帽如果要收起来，要放在置物箱里面，有些时候是盖不住，所以它需要拔起来。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痛点呢，我们做了一些改善，很简单的，自己装在龙头，然后接。我们车的上这样使用充电，好像我们是做一些就是 CC 五六站的认证，然后再 DCNI 认证，然后再就是 NCC 认证，这个三大认证呢，可以确保消费者他在使用路的时候，他可以确保就是说他路面不漏秒，或者是不止停，这些都是针对这消费者来做比较贴心的一些设计。哇，那这样子除了安全之外呢，也特别的便利，又有一起救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我们这次与 PC Home 购物网、Momo 购物网有这次的早鸟预购优惠活动哦。星之胶囊全系列早鸟优惠都有85%优惠，除此之外还有升级32G 以及好礼三选一，你心动了吗？赶紧上 PC Home 购物网、Momo 购物网抢限量早鸟优惠吧！除了星之胶囊以外呢，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另外一个，是我们的 GX2 Pro， 用最好的记录台湾最美。为什么它会被称之为机皇？因为它做了我们现在业界大家从来做的 VHCC 五六三的认证，这也是国外的它的车子专门在认证的使用的标章，确保我们路影它不漏秒，不受外来的电磁波干扰。另外呢，它还做了一个 IP67 的防水防尘的认证，我们是用的 Sony 的 Starvis 的芯片，无光源的情况下就可以拍得很全面的拍照，拍得非常清楚。
我们用 HDR 的这个技术，大灯照亮很亮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清楚的拍到我们的车。我们开发了一个社群分享的 APP， 它可以我们事前在里面做一些我们路径的规划，所有里面的成员都可以看得到说，我们今天从甲地到乙地，那我们要走哪一条路，可以看得到各位成员他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及时的把大家拉拢在一起。是，会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，可以装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。就是龙头的部分吗？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风景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想要留影，那我们就在这上面按个键就好，就按个贴心的设计，就是把我们 GPS 给整合到里面，就是很小，它看到光明齐全。我们设定它车子倾斜离地面38度，持续2秒，那它就会自动锁档。这段录影的画面直接把它锁档，再关起来，让你不会再去循环录影，把它洗掉。GX2 Pro 是我们的机房，也是重机骑士的专用哦。那么新品预购当然也会有优惠啦，是什么呢？早鸟优惠85折之外，还会送您64G 的升级版记忆卡，以及好礼三选一。你心动了吗？心动的话，赶紧上去我们的 PC Home 购物网，赶紧预购吧！想要了解更多新知胶囊的最新活动吗？那你一定要锁定 TX 大通的官方粉丝团哦！